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油料。说起金星，大家都熟悉吧，在娱乐圈可被称为名嘴。他在金星秀中经常会讽刺一些明星，但金星也不放过自己。他也曾在节目中爆料过自己和汉斯的一些事情。大家都知道金星是一个变性人，之前他是个男舞蹈演员，后来通过变性手术变成了女人。变成女人的他也非常喜欢打扮，看起来也很惊艳。之后就碰到了自己的老公汉斯。金星曾吐槽自己和老公曾参加国外的真人秀节目，节目组都会在嘉宾的住处安装一些隐蔽的摄像头进行跟拍。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尺度有点大了。金星在参加那期节目，可能是因为白天户外活动太累，回来后就直接去卫生间冲个澡。当时老公汉斯在客厅，等他洗完澡就什么没穿的跑了出来，完全忘了还有摄像头的事了。汉斯看到后表情夸张，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赶快把他推回浴室。很多网友都说汉斯这个表情我能笑一年，对此你怎么看？下来讨论下。